作为中药炮制技艺的重要流派之一，发源于江西省南城县的建昌帮，在上千年的传承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我们的探访人和两位中医专家来到了位于江西南昌的建昌帮非遗传承基地，探寻建昌帮最具特色的中药炮制技法。这是我们一个建昌帮非遗传承基地。我们建昌帮要有句话说叫药不过建昌不行，药不过建昌不灵。这个灵就是指我们建昌帮的特殊的一个炮制工艺、炮制方法。这是一个码头吗？对对对，我们建昌它是沿着胥江的，沿着胥江它北街，它街面上全是药铺药店，然后靠到码头呢是运输货物，运输药材，几个基本上药材。我们以前有句话叫做，人参鹿茸用船装。用船运，这个主要靠水运，靠水运，对，因为以前没交通不发达嘛，对，靠水运。这边是我们建昌帮的一个兴起，哈，就发展历史。最早呢，在东汉时候就是那个葛洪，葛洪他在我们麻姑山呢，南城后面有个麻姑山，之前叫建昌府，修道，在他上面炼丹，对，炼丹就发起了我们建昌帮一个药业的兴起。那里面有个神功泉，神功泉现在还在，我现在还看得到的，还在那里。它那个水出来，利用那个水炼丹。对，然后到了明清宋元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鼎盛期。当时那个朱，不是朱的天下嘛，那个义王，朱义在我们南城，他开办了那个中医班，最早的是中医传承班，在就是建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班，然后传承这个中医中药的一些文化。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建昌帮的一个最兴起的时候。这边这几个就是工具，我们有工具特色啊，像这个刀，刀我们全国三把刀，有张刀，就张素芳的张刀，有剑刀，还有北方的禹州刀。我们行业有一句话叫做剑刀论帮，你看到这个刀不一样，看到这个刀就能够知道这是哪个流派的，哪个帮派的。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建昌帮切药刀，刀和桌子我们说了，跟全国不一样的，这个就是特色。你看它这个就是面大，把长刃深，一刀多用的，省力。那吃硬省力，大块。对对对，怎么个切法？您给我们演示一下。可以，迫不及待哈。然后坐的话，它这个坐姿要求凳子与坐脚呈45度角，对，侧身而坐。侧身坐，对。因为我们切的时候要目视这个刀口跟这个刀床的位置，要这个位置，握刀柄的2/3处，大拇指竖起，是吧？手臂夹紧。我们师傅叫我们这里要夹个鸡蛋，鸡蛋不能破，鸡蛋不能掉。也不能破，也不能夹破。对，你夹破了用力过大，轻了就有缝隙，没夹紧有缝隙就也切不断。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然后切的时候我们有4种切法，有直握切法、斜桌切法、捏个切法、手托切法。像这直握一般就是切那种长的靶子类的药，长的全草类的药都可以。就这一把药压到这里。好薄啊。那这边手怎么配合？这太薄了，我拿一个啊。来来，小心。薄到我觉得它都，你看它都卷起来了，就薄到这种地步。对，我们有薄片可透制，如果是切那个天麻的话，它就可以看得到你透制的。对，透制、透视、透视，可以看到可以透视，这就可以透视了，这都透光了。对对对。你左边的手是怎么配合的？对，我也没看这个手，它是怎么送药？均匀往里推的。均匀的往里面推，这个就是考验你的基本功了。你这个送药，你看你伸的过多了就切厚了，切的少可能又不成片了，那就根据你这个是个送药的。我们练的久怎么说呢，就相当于成了一个肌肉记忆了一样的了。就是每次推多少送多少。对，这个有难度，因为你是要控制的，是要控制，就像跳舞一样，对，肌肉控制是最难的。没错，你看它切多薄啊。对，还有关键是每一个换刀的过程中都是一样的。对，换这一刀的时候你是这样，下一刀又厚薄。我们叫薄片飞上天，就是呢可以吹在这个飘起来。下雪啊。哇，太厉害了，可以体验一下。
我挺想试一下，我先试一下啊。哎，你的手法没啊？对对对对，这张老师就是优秀毕业生，对对对。是这样对吧？顶住大拇指，顶住，给我夹着了。哎，夹着动不了了，我还得夹着前后。上来让这个靠紧，让这个刀和这个刀。哦哦，懂了，往这边要掰一点。对。然后这个手呢？这边手我要。哎，就那样握着。就握着就行。握着。我不需要顶着刀吗？就是，我就这样悬空握着吗？这个手指往前面顶。对，你顶着那个刀床边上。啊，顶着刀床对吧？这样子对吧？这样我有个借力。对。然后再沿儿上。再一刀刀下来。我怎么不敢下手？嗯，哎呦，很好，很好，哎，很好，哎呦，很好，哎，可以，你在家里切菜切的不少。但是马老师在家很爱做饭。我没有这样拿过刀切东西过。嗯，我明白了，它其实两边都有一个向内向下的力。对，对吧？我左手也有一个向内向下的力，要按住它。嗯。这个关键我这个频率实在是有点慢，成功了，初学者就是这个，初学者有你这样已经好了，已经马上一学就出来，谢谢。哎，杨老师要不要试试？那我也要试，来试试试试。哎呀，杨院比我切得快，嗯，薄片出来了，薄片出来了。这个手的控制还没有不好掌握，不好掌握。对，那其实我有想问，你的那个手腕的力量是不是一直往前压一点点的？对，啊，对，往前压一点，压一点，往就相当于外面往前面挤，就是挤，往里挤，往里挤，就往里挤，用这个挤压的力量。带点下压一样的，不能让它翘太高，就压点点下压，往来贴到这个刀床上。啊，明白了。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优秀毕业生詹老师。看詹老师压力多大呀得。好，嗯，来先试试啊。好，先感受一下。这里切得很好呀，詹老师见多识广，对，给你肯定体验过，体验过的，他药材跟他都有感情，对对对，哎，好，这真的切得挺好的，哎，小心小心手，小心手，也是可以飞上天，我们切的也能飞上天，哎呀，也是不错的，不错。这个就是那个豹，对不对？对，就刚刚介绍的那个雷公豹啊。雷公豹这个就是濒临失传的那个工具，就是我们根据图纸把它复原出来的。这是个什么？这是我们为什么叫雷公豹呢？它这是一个石头，通过加压一个重力加压，压到这个圆斗上面。这个雷公豹操作起来，我给它有四种爆法啊，有圆斗就是圆的。嗯，哦，还有一个叫长斗，它就长形的，比如像当归那种长的，就是药材的形态不一样来选择。对，还有一种手压刨法，嗯，还有一个压板刨法，有四种刨法。对，那你今天给我们试的是什么？什么？试一下这个吧，我们压刨这个穿胸，把这个抬起来，把这个药放进去。哦，刚好，刚刚好。对，给它还要往下压下去。对，好，然后再用这个加压压住这个重力给它怼的。把它再压紧嘛，再压紧啊。对，然后我们坐姿就坐到这里，双手骑马，哎，跟骑马一样的，然后就推，来回推。哦，那就这药片就自动往下了。对，药片就往下了，底下有个重力。哦，是吗？嗯，等一下我们看到它的形态就在下面。还真的有点像打雷。哎哎，能听到吗？你看上面那个木棍。对。好，然后刨出来片就在这里。哦，抽屉里，哈，对，哎呦，哎，在这儿呢，哎呀，是吧？也很薄。我们说刨的这个蝴蝶，穿胸蝴蝶片，是吧？很薄，这种形状就出来了。蝴蝶片，味道都出来了，像个蝴蝶一样。对，而且它周边那个也能够给它同时附在一起，就不会浪费，就不会散掉了吗？不会散掉了，真是。它还可以通过这个刨刀哎，可以调节厚薄的。对对，哦，它能调节啊？对，你看这个刀口。嗯，这个刀口，如果你要，你像我们切刨这个薄片，穿胸就会调的薄一点。嗯，如果别的要会厚一点，厚一点，我们就把这个刨子敲，把它敲敲敲敲的这个刀口更深。
黄师傅好。哎，你好。你好，黄师傅。您好，您好，欢迎欢迎欢迎。你好，黄师傅。嗯，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传统炒制法的过程。嗯，好。这是什么？今天这是黄埔流行。哦。今天我们这叫做炒爆。啊，这个就叫炒爆啊，炒爆王不留心啊，王不留心子，王不留心子就是我们买耳豆那个，是不是？对对。现在我就开始加热啊。好，嗯。哦，锅里不放东西哈，就是先把它锅烧热了。先烧热。啊，烧热了再放王不留心。好。嗯，这个火得不能太大吧？我开始要大一点，稍微大一点哦。先要把锅烧烧热，烧热，烧热啊。那这锅的温度完全靠师傅的掌控，对，把握是吧？大概到什么温度啊？拿手试得。拿手试一下就可以，嗯。差不多了。嗯，干炒。清炒。哎，我还以为这个是刷锅的。不是，这个叫做清炒啊。清炒法。清炒。清炒。都不放水，不放水，不放其他所任何的辅料。炒制法这个方法，就是不加别的液体辅料，可以加固体。哎，爆米花嘛，爆米花要开花了，它慢慢的开花。哎呦，慢慢的开花。哦，要离开火的，这就是调节火的温度。真的看着开花的，好漂亮呀。在里面跳舞，然后换上了漂亮的白裙，主要看起来黑黑的，变成白白的，好香啊！对，关键是刚才一个黑变成一个白雪公主了，就这样子的，哎，这炒这样就可以了，全部爆开来，啊，就爆的白白的。哎，但是它爆开来其实还是留有黑色。爆开来呢是有什么好处呢？爆开来这个肉啊，肉味容易煎出来。对，两位老师，那两个火会不一样？我已经吃了，我觉得好好吃，好吃啊，特别香。爆米花是吗？对，就是迷你的爆米花，迷你爆米花啦。这个您吃多了。我正准备，卤汁更通了。啊，你说让你来就更好啊，下来啊。通卤的要要哎，没有，这是通卤的，对呀，在临床里面啊。第一个，它是要通血脉，所以呢，首先是这个女士的痛经、闭经可以去用，还有一些呢，女性是不是有气滞之后月经前？有乳房的胀痛吗？哎，这个时候也可以，也可以用。还有是生完小孩乳汁不够的时候，也可以用。所以这个黄不流行啊，是妇女经常可以用的药。那为什么叫做黄不流行呢？就是有亡命都不留，就是皇帝让你不走，你都留不住。嗯，留不住。对呀。就通了。对。通畅的意思。所以他走。走这个性很强，有亡命都留不住他，皇帝下旨意让你留，你都留不住，你想想看，对对，这挺通俗的语言，对，但是呢，它这个植物呢，它其实用的是麦兰菜的种子，这个种子外面有个很坚硬的种皮，所以呢，直接露水熬，熬不出来，所以呢，要把它爆花，这样呢，里面的爆过之后啊，有效成分很容易被熬出来，是便于煎熬。所以中医有段话呀，中药当中叫逢子必炒，逢子必捣。就为什么呢？就是要帮这个炒，炒了之后就是便于外面这个坚硬的外壳爆开，对吧？疏松有的是。第二呢，再捣就是更容易利于有效成分。它的接触面的更多了，它喝水接触面更多了。好，快速不停地搬动。那我来试，你在旁边教我，好不好？杨老师试试。好，先把火打着。打着。啊，大火先烧热。大火先烧热，然后让老师让。感觉一下，哎，锅的温度是吧？你看看温度合宜了没有？我感觉是不是差不多了？还要一下，还要一下。好，这个真的是，这学徒就要跟着旁边，跟着，放进去三，它就有点是力气一样的，热力一样的，热力上来了，热力上来了，开始有热力了，已经有了，烫应该有了，好，那我们就下锅。好，快速搅。火要不要调小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先不用理，先不用理。哦。开始爆米了吗？开始。见证奇迹。啊，开心。啊，开始了，开心麻花的开心。哎，先别着急，再来一点。哎，好了，差不多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用余热再搅一下，再搅一下。搅一下啊。好好好。哎，
好了，差不多了，是不是？啊，可以倒掉，可以吗？倒掉，快点缩干净。干。哦，要不然会粘住了。对，反正糊了。对，粘着就会糊。不错，杨老师，这个长得不错，又学了一门手艺。对，新技能。这个就要快一点。就是出锅要快，要快一些，不能粘锅一点。不能粘锅，就可以了，摊开就可以，摊开就行了。好，炒得很好，也全部爆开来了。师傅，打个分数，多少分？八个半，可以打100分。哎呀，太棒了！这个也是清炒，是炒炭。炒炭，炒黑了吧它？炒黑，那这时间就长了。对，就是泡姜炭就叫做。先把锅也加热啊，加热以后加的呢，稍微热了就可以放下去。好的。这个和那个呢就稍微有点的不同了。它呢，就是要加热以后的话呢，就是慢慢的炒了。这个时间就比较长。这个就比较长了。干姜其实它具有温中，那个止脾胃的虚寒，止泻止呕的作用。泡姜呢，它那个什么固的作用就比干姜要更好了。经常就是这种顽寒固急、腹痛啊，这个腹泻了，那个时候又用泡姜，说那个叫有固摄的作用。而到了这个姜炭呢，它是什么呢？止的作用更好。那就是温经止血，这个作用就发挥得更好。所以我们经常是什么了？你要想用止血的，特别是妇科的止血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到什么？姜炭、鳕鱼炭、藕泽炭、栀子炭这一类的炭类的东西，既有止血又有清热这样作用。现在炒的就鼓起来了。鼓了，对，鼓起来，鼓得好大一个，长胖了。长胖了，过别天还会碰，会炸起来。还会碰啊？会，真的吗？会爆，会抛起来吗？会飞起来吗？飞不起，就是有响声。有响声，有的会有响声，像炮仗一样的响。现在大火马上开始起火了。小火了，小火了，小火了。这个鱼的呢，现在我就要了，开始喷水了。来，哪个来帮我喷喷水吧？来，你帮我喷喷水。来，你走开点啊！没事。好。不要喷那么急，喷一下又停一下，喷一下又停一下。好。对。但是在锅里完全看不见水，这个水迅速就挥发掉了。对，这就好啦。哇。我把它炒成这样子，看到表面黑了，表面黑了，香味出来，我觉得姜的香味还是有的。它里面是这样子的。它这个炒之前和炒之后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物质，能从一个腥散变成迅速收敛，而且能止？是什么东西？我们炒炭，不是要帮整块彻底灰化，不是的，只是表面一层焦黑。里面还有部分成分都在，这叫烧炭纯性，不能彻底变成灰了。对，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炒到一定程度，这句话对。那么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反应呢？就是生姜当中主要是挥发油，可是挥发油呢受热，它是容易散失。所以呢，从生姜到干姜到泡姜到姜炭，挥发油是逐步降低，就是它挥发性成分弱了。所以呢，它散的能力就慢慢弱了。当然了，现在研究有发现，就是这个姜炭为什么能够止血？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中药，一般都是存在这个现象，就是炒炭纯性。凡是中药，只要炒到黑了，都能止血。怎么做的呢？就帮这个炒过炭的东西也熬出那个汤液来。那么熬出汤液呢，如果是里面的小分子起作用呢，我就用个半透膜给它包起来，就熬出来的成分我用个半透膜给它装起来，让那小分子能够出得来，大分子出不来。结果发现那个出来的效果不好，出不来的才是它止血的。所以是大分子。就发现在电镜底下看呢，
炒黑了之后，它有一些大颗粒物生成，这个东西有吸附的作用，就是它高温加热过程生成了一些大分子的颗粒状物质，这个物质呢能够啊抑制出血。现在加了，先要把沙炒热。对，那跟炒板栗有点像。对呀，我也在想说，这不是糖炒栗子吗？对，它这个沙子要炒到灵活的状态。待会儿它会炒着炒着炒着热到一定程度，它就你的手下感觉不一样。灵活。现在不灵活吗？现在很钝的，很刺。是吗？我试一下。对，很刺。你炒着炒着，待会儿灵活了。怎么很刺？灵活。灵活，就是阻力变了，跟挖力，滑力。这个太细的沙子有个什么缺点呢？你看这个鸡内金啊，它不平，会粘，它特别细的会藏在里面，塞不出来，所以呢，它需要有一定的力度。对，过粗的沙子呢，它受热就没那么均匀。所以它既不能太粗，又不能太细，而且呢，它这种蛋白啊，均匀的时候它发泡不至于一遍发一遍不发。这样呢，两边都贴紧了。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鸡内金。像起一个泡泡一样的状态，就是由于发散靠沙子给它发泡的。对了，刚就可以了，已经炒热了。那我需要一片一片插进去吗？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埋进去，一柱炒吗？埋进去，先埋，让它温度均匀一下，受受热，温度均匀一下。温度均匀一下，要它就可以炒了。这样子慢慢就炒了，慢慢就。那也过热了，也变太脆也不行。也不行，不行。温度如果过大，一下子受热，它就碳化，减少碳化掉，又碳化或脆掉，发不出来了。现在沙子爽利了吗？爽利了。它大概需要300-400度的温度。我觉得现在温度300度左右，好热，我们这里都感觉到好热。是，变黄了，对，变深黄，对，深黄了。你看原来那边是有点带绿的黄，好了吗？用这个余热了，我还不敢关，怕一会儿还要用哈。你加油，快油，这就好了，好，这好像那个锅巴，你可以尝尝。可以直接吃，很好吃啊！对，可以吃。拿一个，焦香的，有点烫。哎呀，能听到这个声音吗？哇，疼的脆脆的。为什么我们变成了一个美食节目？酥脆啊！这个鸡胗皮呢，实际上是胃黏膜，鸡的胃黏膜。这个黏膜上面都是一些分泌腺体蛋白。所以呢，它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就是。消化酶，说白了就是能够消化淀粉的叫淀粉酶，能够降解蛋白质的叫蛋白酶，所以它里面主要是消化酶，当然也有氨基酸，还有呢微量元素，还有多糖，所以内鸡内金当中有这么几大的成分，经过这个高温烫炒了之后啊，这个蛋白酶有部分蛋白是降解了，生成很多寡肽类的化合物，第二个呢，它这些酶。不会因为这个高温就没了，还在它耐高温的，我们测过它的这个淀粉酶、蛋白酶，其实就是炒了之后反而有利于这个酶的溶出。所以呢，它为什么爆炒呢？就这个原因。第三呢，炒了之后啊，它的这个氨基酸含量就升高了，就部分蛋白不是降解了吗？难怪香了。对，氨基酸。第四呢，还有一些刚才说的微量元素呢。和多糖类成分呢，便于溶解出来，所以它也是个助药力有效成分溶解的增效。很多小孩子很多时候可能老人家给他吃多了，就枝食一枝食之后怎么了？一定经常用这个炒过的鸡内金配什么？山楂跟麦芽，就煮水给小孩子喝，喝上2-3天，小孩子又感觉很开胃了，胃口了。对，有一种呢，就是他脾胃太弱。导致的枝食的话，那你可以用什么呢？鸡内金配点山药，茯苓、白术，这样去配啊，那种是由于总是脾虚运化不好所导致的啊。这就是黄土。对对，这个是黄土。这也是经过加工了的吧？这个是碾细了的。碾细要过筛吗？要过筛。这个黄土呢，它又含有多种元素在里面。它炒热的话，它也有吸附作用呢，它也会起到。相应的呢，辅助作用，所以它用土炒，土炒什么？切记
比补脾的作用。补脾，对，加强了它补脾的作用。因为土本身黄者入脾经，土就是入脾的，对，对吧？所以呢，白土也是健脾的。嗯，现在我们呢就把这个黄土呢加入，嗯，加的呢是入华丽了，对，加的成华丽了。哎，这个我还知道。蒲草法呀，历史可是悠久了。是吗？对，你看现在就开始有了，哇，动了。哎，这像不像在像水？一下全部都变水一样的。哦，是吗？是，它还沸腾呢。沸腾了。沸腾了。会沸腾的。真没炒过炒土，还会这样。因为我们没有炒过土，所以你不知道它会像流动的液体一样的这种状态。炒烂了以后，它都滑腻，它就也会滑腻，它就会沸腾。对，沸腾了，这个太有意思了。哎呀。真的是水状的感觉，现在可以加了，我给您倒啊。加进去，好。哎，这一下就覆盖上了一层土。对。嗯。这个土草的作用啊，和这个麸草有点像的，它其实也是一个吸附挥发油的过程。是。当然了，它还有作用，就是刚才说的相辅相成。嗯。土本身有健脾作用。水一样的了。是。你看你那瓢下的浇浇水一样。对，那怎么这完了？这白竹都已经被盖住了，我怎么看它好没好呢？看得出，一开始冒烟就可以了。哦，一开始冒烟，它会冒烟的。那现在已经冒了，这现在冒的是土还是烟呀？我都认不出来。现在有烟气，抽烟的烟，你看到懂了意思吧？啊，那就是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开始了，那开始冒烟了，开始了，看到吗？哦，这是烟，这是因为它夹带着土，飞上去的都看不出来是土还是烟了。它很神奇，原来像它不会冒泡的。赶紧筛，破啊！它面上就挂在针土啊，这边你不能炒碳化了，炒碳化了就完了。对，这拿土炒过的，哎，它这里面是，咦，是这样子，是吧？看到吗？是白的。我觉得今天特别兴奋啊，学了一门新技艺。这几味药材都是咱们经过参与炒制啊，但是大部分是黄师傅的手艺。大家都辛苦了，您最辛苦，太谦虚了。这个炒算不算是药材炮制最早的一种工艺呢？对，这个炒法应该来说是中药炮制当中比较早的一种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西汉出土的52病方，就有炒，当然古代不叫炒，那会儿叫熬，熬粥，那个煎熬的熬，这个熬在古代就是炒之意。所以西汉时期就有了，那么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到了唐代，炒法就很多了，从一般的炒变成了炒黄、炒焦、炒炭，就是逐步的炒的程度加深。第二个呢，加辅料呢，最早可能就是简单的加点土啊，后来慢慢的衍生出加很多辅料，比如说滑石、葛粉啊，这个蒲黄啊，都是各种辅料。当然用的最多的还是麸、土、米、沙，对，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加辅料炒的，一般来说，它主要起到这么几个作用，有的是增强疗效，比如说我们的土草，刚才说我们土草炒白术是增强了它健脾止泻的作用，因为土有健脾止泻的作用。对对对。有的呢是通过它的传热作用，像我们砂烫。它通过高温均匀地帮热量传递给这个药材，让它发泡，让它这个均匀地受热，所以它是通过这个热传导的作用。有的是吸附的作用，比如说麸草，麸草的过程当中帮一些挥发油，通过麸的办法来吸附掉去了。所以每一种辅料都有它的价值和它的作用。其实因为我们真的是学医的，是反而没有炒制过，但通过今天参与了炒制，我觉得这个叫师傅的经验跟这个传承啊，对火候的把握，对这个过程中它的翻炒接触面的控制，然后对它到控制最后到到位的时间，这种经验啊其实是非常丰富，同时也非常讲究。所以这个师傅炒药这件事情就会让我们有一点小小的担忧啊，就是这种传统的技艺
毕竟它要言传身教，它要真的想流传下来，它是很困难的。对，而且每个人的水平可能也会参差不齐。对，那它是不是有一天有可能会被这个工业化大生产给取代掉呢？对，现代化设备实际上不是要帮传统给取代灭亡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解放了人力，对，更加精准客观化。比如说它的过程是不会变的，效率了，原来是靠铁锅，是吧，铁锅翻炒满头大汗，一锅下来只能炒几公斤，我现在工业化设备上来之后，我一锅可以放大生产，并且我的过程呢控制的比原来更加精准。所以呢，我想呢，现代化设备应该来说是传统的延续，并且是在这个技术上创新扩大，对，是这么一个过程，而不是说要帮传统给灭亡了。它的工艺啊流程还是一样的，一样的啊。再一个呢，它工艺的标准要求也是，质量标准要求也是一样的。它一样的，如果要是喊我用机器炒这个，我炒的比这里的还要更好。所以我觉得就刚才谈到了，就现代化工业，它其实是借助原来我们积累的经验，在这个经验的基础上来重现它的过程，然后把它的经验固化下来，对，然后来解放人力，然后实现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实现更好的标准化控制。因为你质量的同质化，对，那对于疗效的稳定性，对，这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整个中医药，所以它医跟药它是不能分开的，对，所以大家都要从各自的角度去控制好质量，然后最后都是为疗效的保障服务的。对，所以中药材啊，我们在管控的时候有一句话叫质量稳定、可控、均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哈，原来江西地区有个老的一个传统的薏米的生产加工方法，叫做炒米糊，现在呢叫炒薏，叫法薏的人。那么这个品规呢，原来就是靠传统的方法，第一步先用蒸笼帮生的薏米蒸熟了，啊，第二步呢把这个蒸过的薏米晒干，晒完了之后呢再爆炒，炒到开花，鼓起了，这么个过程，原来就是靠传统的方法。你看，这个黄师傅炒的，马师傅炒的，詹师傅的，可能每个人火候控制都不完全一样。第二个呢，炒的规模呢不可能很大，一个小铁锅炒。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了大工业化生产设备，有了一些这个过程控制的设备，那么这样呢，我们在生产这个品种的时候呢，一个是规模可以扩大了，第二个是控制的点更加精准，而且温度控得住，量控得好，速度又快，出来的东西又稳。所以你看，现代化设备其实并没有改变传统的流程，对，只是帮流程的东西精准化、可控化、机械化，效率得以提升。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与时俱进，在传统继承上的创新。这边就是我们的蒸的这道工序，然后通过这道工序，薏仁啊，看，有很坚硬的外壳就软化了。对，这是咱们家里的高压锅呗。对，是的，是的，巨型高压锅。巨型高压锅。现在已经好了是吗？对，咱们看看是什么样的状态。那可以等一下。就等于说刚才蒸汽往里通是吧？把它蒸熟了。它已经变大了。对，被松软，被松软了，但是还没有那么彻底熟。对，这景色真好，四面环山，青山绿水啊，对。这里就是我们的屋顶的阳光房，我们阳光房分两种，一种是直接的晒场，还有一种是分日晒夜露的，就是要打露水的。这边是属于阳光房。阳光房，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
蒸出来之后的薏仁啊，就铺在平摊在这儿。对，它现在的水分还是比较多，蒸完了之后，它的水分有个回勺的时候，它就水分就比较多。所以得要把它的，你看网格的这种，要网格，对，它会透气，透气流通。对，这两边为什么颜色不太一样？那边好像浅发白。那个时间已经晒得够了。差不多的时间，这个是今天新上来的。我们一般是晒24到48小时，因为江西是一个春夏秋冬非常分明的地方，所以我们根据这个阳光的情况啊，分定时间，不会超过2天。就是这种缓慢晒，它的温度没那么高，时间呢比烘箱拉的时间长，对呀，往往是有微生物参与其中的。对，是，对，烘箱就很时间很短，对，时间很快，但当然了，它的发酵程度是很弱的，但它肯定有一些反应，不然不会有那种香味。对呀。薏仁是经过晾晒之后，现在拿到这里来杀烫，这是一个自动草药机，哎，它含有这个我们过药，你看这个药上去之后，在中间杀烫，杀烫之后就得出来了我们的可以直接吃的薏仁。爆米花一样，这就是可以直接吃的薏仁，你尝一下看，啊，有点温度，有点烫，小烫。这样沙烫出来之后，因为它爆花了之后，它就变成了可以直接吃的，比较酥软，很像那个炒米，爆米花，但是它的含量又比较高，比普通的薏仁要高2.3倍。哎，其他的薏仁不管是土炒还是麸炒，它都不能直接吃，因为它没有爆开，没有到那种酥软的状态。对，现在应该一点皮都没有了，完全爆开了，而且很均匀，颜色啊，它的颜色也由白色变成微黄啊。